我哋希望再聯同大灣區其他嘅城市，希望揾到每個城市揾到個互補嘅位置咧，我哋嘅合作基礎喺度，每個城市可攞到佢獨特嘅自己嘅優勢，加上我哋香港嘅一個國際化同埋深科技優勢，我哋希望喺未來嘅三至五年裏邊咧，我哋喺整體在科技創科裏邊咧，融入整個大灣區嘅格局咧，可以去到另一個層次嘅。下载 N 视频 APP，N 种方式打开世界。